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智慧天下文。远方的天空，东方既白，繁茂的原始植被，光滑的岩壁，看得让人心颤。一栋建筑就直生生地嵌入了其中。打听后知道，这栋建在悬崖上的建筑就是悬崖美术馆熔岩美术馆，坐落在中国贵州。它就是这样神奇地悬浮在160米高的绝壁上，深谷的雾气蒸腾而上，让人心头一紧，是否下一秒整座建筑就会陷入迷雾不见踪影。美术馆在一个方圆约700亩的口袋型山谷里，北侧是高于百米的巨大崖壁，谷底是一条河流，谷底有两个天坑，河流到这里突然转入地下，从地面消失，因此得名海尾，得益于独特的自然条件。海尾峡谷是户外爱好者，特别是攀岩和登山者的天堂。熔岩美术馆就在海尾峡谷北侧的巨大岩壁上，可以俯视整个山谷、奇峰、怪石、天坑、河流，还有谷底的游客服务中心建筑群，一望无际的万峰，日出日落，云卷云舒。美术馆建设依地势悬崖顶部自然塌陷区，平面以类月牙形示人，用一个轻、薄、透的体量嵌入原有的塌陷区，将悬崖的缺口补全。建筑朝向峡谷一面通体使用玻璃落地窗。美术馆建筑面积1350平方米，共两层，一层是会议空间，二层是美术馆。从这里眺望远方，不仅让自己的身体沉浸在大自然中，也让自己的心灵踏上一个美丽的旅程。小伙伴们看完是不是觉得很震撼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